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莱斯，欢迎来到我频道。这是一部合作影片哦。今天要介绍的是《牧羊人之心》。《牧羊人之心》啊，是一款专门在养魔物娘的手机游戏。故事在说什么，我没有看得很详细，可是我掌握到一个重点结论，就是人类啊，可以成功的完全驯化魔物，而且很奇妙，这些魔物啊，养出来都是女的。就是你可以很成功的驯养魔物娘，而且这些魔物娘啊，不论是外貌或是个性都很可爱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 Mio 是一开始就会跟随主角四处奔波的魔物娘，个性啊很开朗活泼，又带点好奇的感觉，就刚出生哦，对什么都很好奇。初期啊就靠这只在打天下，你看这个腰跟这个脚，袜子还长短不一样，很可爱。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说，这个游戏在它的主要的核心玩法在玩什么。然后我们选前面一点的关卡来看一下，一只十二，我只带了两只哦，带两只魔物，按下去，路过的勇者加入战斗，轻松取得了胜利。他有时候会有一些随机事件哦。如果这样随机事件发生，你连打都不用打就赢了。不过我们这是要看战斗，所以我们还是点进去看一下。进去之后啊，他会告诉你，你要消灭所有敌人，或是我方全灭。然后这个游戏在打的时候啊，你是可以控兵的哦，有没有？他可以拉兵。所以如果你平常在打的时候啊，你就用自动战斗没有关系，反正他也是会跑。可是如果你想要低打高的话，你就可以透过控兵来取得战斗的优势。例如说 Mio 他这个按下去，他发动技能，他就会连续打好几下。然后这个技能下面这个就是可以瞬间移动，他在移动的时候还可以躲过敌人的攻击，就还蛮厉害的。可是如果说你不想要这样子玩，你就按自动，他就会只要时间到了 ，CD 到了，每一个角色 CD 到了，他就自动帮你放技能。看起来目前这样子好像太简单了，没有办法展示。我们要换难一点的关卡，换到一只十七，不知道会不会太多我们试试看。发现空的魔物巢穴，趁魔物还没回家，拿走了之前的道具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一样，有时候事件发生就是连打都不用打。然后像这个按下去，它就会远远的，等一下，按下去，它远远的就会进行攻击。机枪扫射，其实不是机枪啊。然后这一个就是，如果你打的附近有人，它就会有击退的效果。我们就按自动。而且你看，他们在攻击的时候也会有很可爱的音效。或者如果是平常在外面玩的话，声音可是小声一点，不然这个游戏的声音可能会让人家有所误会。然后在游戏中啊，除了那样的战斗以外，它会有一些特殊玩法。例如说任务里面啊，你要特训这个涅菲亚，它是一个花偶子。然后特训的时候啊，你就是你看，通过移动、障碍物和技能击退哦，与敌人保持距离。然后我们就依照它的要求啊，然后来进行战斗。然后这场战斗其实不容易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不能开自动，慢慢的削弱敌人，然后开始拉你的战斗模式。像这样子，先卡一下，然后这边又一只来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走位。像现在大只的卡住，小只的还好，小只我们打掉，主要卡大只的，这个卡位战术。那 AP 我觉得能不要浪费就不要浪费，我们就慢慢打，因为你打完这一波之后，下面还有另外一波会来。这样也不算利用 bug 吧，因为它本来就是要我们利用地形啊去做战斗的优势。而且这一关它这个涅菲亚是13级嘛，这13级是系统给你的，所以就算你原本的涅菲亚等级提升的比较高也没有用，它给你的就是13级，所以你还是要用技术去打它。这个任务我个人觉得算是里面比较难解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靠着你去氪金啊或者什么来解掉，它是一个比较需要技术的任务。那游戏里面啊，还有很多不同的有趣的任务，还有不同的成功条件，所以也不是单单的就是一直练卡啊，干嘛练魔物娘去压制过关就可以了。好，既然游戏叫牧羊人之心我们有一个农场，我们又是驯养师，所以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就是我们有个培育室里面可以养魔物。那这边的魔物就是我已经养出来啦，我们就那它养出来会变这样，我们就先收取。放到不同的牧场里面，虽然这些其实都是肥料，就是要可以喂其他
其他母母羊。那我们这边在田庄啊，我们就可以放不同的蛋进去，它不同的蛋就有不同的样子。不过它最近啊有出了一个新的活动，什么活动呢？它跟小林家的龙女仆哦有合作。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小林家的龙女仆啊，它有五个角色哦，康纳、托尔、小林、路科雅跟艾尔玛、哦、五只。那它这边就有个限定抽卡，我们就来抽一下，我们来个十连抽哦，买十送一，当然是要十连抽。然后我们要抽啊，就这个包包很可爱，触摸背包抽取，好，我摸，获得魔物蛋两星。它每一个魔物蛋都有不同的样子，像这个就是大根啊，白萝卜。我们跳，先跳过演出，看抽到什么。哇，四星的，哇，五星哎，哇，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我们直接抽到五星跟四星蛋。然后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把蛋摆到你的培育室里面，我们就从高阶的。像这个每一个蛋啊，它的孵化时间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就先放进去，先把这几只，然后它这个装填也可以高星级优先，我们就先放进去。那这个孵蛋啊要有时间哦，有时间还不错啦，就可以不会说你一口气就不小心刻了太多蛋。然后如果说你想要让它快一点孵化，也是可以用道具可以让它快速孵化。然后看到第一个，这个就是催情药水，不是啊，催化药水，它可以加速蛋或是幼年的魔物生长加速 0.5 个小时，就半个小时。那我们要怎么加速孵化呢？很简单，点这个按钮，使用催情药，催化药水5个小时，这5个小时可以吗？先不要，我们先加两个半小时，再按出来之后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它就孵化就出来，很可爱。我们再来用一个这个三个半小时。按一下，三个半小时，这个出来也孵化，就变这样，还可以拉它哎，拉它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很茫然的表情，然后你蛋这边呢也会变得不一样，我们就直接把它催化出来，哇，陆科雅，可爱，然后这边也是康纳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按出来，你出来之后它就会在这边走来走去。你按收取之后就可以看它放到哪一个牧场，把它放进来。然后你魔物娘养出来之后啊，会有什么？你会要跟他们培养感情吗？要培养感情之后，就跟 女生一样，就送他们礼物。那像这边这个都已经好感100，你的好感度如果提升啊，他们的能力也会提升。我们先看后面这边，我们刚刚那个在哪里啊？星级，我们从星级看看。这边康纳，例如说你送他礼物，请他吃棒棒，好吃棒，哼，你要不要吃我的好吃棒啊？就给他，他就会增加这个好感度。每一只母物娘他们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，而且你也不能说想要送就一直送，你礼物就是要间断的送，他会有一个时间限制，也是预防你买太多啊。然后像这个史莱姆公主啊，也是我很喜欢的，我很喜欢的一只角色，他的角色模组画的。你知道吗？特喜欢，我跟他好感度就培养起来。然后你看他按羁绊，我跟他的羁绊就好感度就到100，到100之后他就会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，我们就来解一下这个任务。然后这个任务在1-9，你到1-9之后啊，他会出现在这边，就是所有的支线任务或是主线任务，他这边可能都会有 NPC 可以跟你讲话，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，可以看一下剧情。原来公主史莱姆是可以卖几万金币的梦幻魔物，那我若把你卖掉可以吗？应该是不行啊，既然都已经培养了这么久，怎么舍得卖掉？他还叫我声主人，你都叫我主人，我就好好照顾你。进入战斗，糟糕！进入战斗之后发现我的队伍没有换，我用两个角色这样可以吗？拉一下好了。哇，这个录影录到一半，发现忘了换角色，好像蛮严重的。希望打得赢啊！因为虽然这两只不强，虽然不弱，但是也不强。过嘞，过了就好了。历代公主史莱姆的精神，是我们片段的记忆。那大概就是，反正就是觉醒了。还有他们每一个都有他的自己的羁绊故事。而且看完了羁绊的故事之后啊，他们还会有羁绊的技能哦，羁绊技能3选1，
就算选到不喜欢的也没关系哦，之后也可以花道具重置，然后你解锁了之后才可以再提升它的好感度，就尽量把好吃的棒棒给它，好吃棒。然后越往上啊，会有更深层的羁绊故事哦，据说到后面会有羞羞的剧情，这也是蛮合理的啦，毕竟你知道魔物娘陪着你一起长大，你都照顾他们那么久，自然会你知道日久生情，这也是相当合理。而且这个还蛮有趣的啊，例如说你先送了其他人礼物，那有的人他就会也会跟你要礼物、哦、你不给他就会生气说哎、欸、为什么你都送他，他们会争风吃醋，你看每个人都想要跟你要礼物，还可以摸头。那每一个人摸头啊都有不同的故事。信仰师大人有事吗？您的胸部好似有点大，这边的交流方式，那它不同都会有不同的剧情。我们来看公主史莱姆，我摸它，还好今天又能见到你。最近有没有比较忙？你太了解我，我最近超级忙，期待可以一起战斗。会都带上你，都带上你。那每一只摸头，例如说不同的好感度，有没有？像我都没有送他礼物啊，他就不高兴。请摆出端正的态度啊，驯养师，请注意你向本座的贺年态度。哇，说了多少次这样子不行？哇，跟你打个招呼都要这么生气啊？那如果说先送礼物嘞，我先送你一个风之结晶，哦，加二好感度。哎，这还不能乱送哎。这如果送好的，就送对的话，就算很便宜啊，可能也是有五个好感度。可是如果你送错的话，说不定还会扣好感度。我们这时候再摸摸它看看，你跑到哪里去啊？拉走，拉走。这时候再摸摸头，还是不可以。再这样子就要用武力来好好教你什么是礼节。哇，这就是你知道，要摸之前礼物要送得够，送不够是不能摸的。这也做得太写实了吧？还好说送他们的礼物都是可以打得到的，你不一定说要氪金买什么，不一定快跟慢，可是慢也不会慢太多啦，你只要有找到对的东西的话，像这一只小弟弟才意识到这一点吗？享乐就是恶魔的目的，好，我们来享乐吧。迟钝的小弟弟啊，大姐姐并不讨厌的，不讨厌，我们就你知道，我们就找个角落，哎，不要跑，我们就找个角落好好的摸摸。好啦，这游戏啊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剧情啊，文本量非常足够，然后角色其实你看设计的都很可爱的一个魔物娘后宫游戏，然后你就是可以养很多魔物娘啊，让他们为你争风吃醋。那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下载来看看。然后像这个按进去啊，你看再按加还可以看到整只角色，只是通常整只角色不一定每一只都会很好看的，就看人，像这个大根子这样看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看很可爱，就一按加看全部的时候，他的脚就是萝卜的脚，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喜欢了。哦，就像如果我眼镜拿下来，黑眼圈就很重，就你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。像现在这样子哦，帅帅的，就帅帅的，对不对？像这个也是啊，花藕子、哦，按下去就觉得，哎，你脚怎么好像怪怪的？我花尾版就这样，好啦，如果想要玩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去下载来玩玩看。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 like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游戏攻略介绍、评论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接收通知，这样新的影片才会通知你。我是莱斯，谢谢你看到最后，大家拜拜。始まりだった誰かのせいと泣ける
必要ない。 いくつもの種